好，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局，也就是我们中国棋手之间的内战，是由范廷钰对阵谢赫。好，那我们下面就看棋局吧。好。在第一局中呢，是谢赫159手中盘获胜，感觉那盘棋赢的还是比较干脆的。对，是第一盘的话，范廷钰发挥的不太好。有几个地方，左边的几个这个局部的接触战都下得不太好。那在前天说下直播之后，您第一件事情是给范廷钰打电话，那后来那个帮他总结了吗？打过电话。那他的心态怎么样？还可以，挺平静的。那也没有觉得就是第一盘棋，然后没有发挥，心情很不好。是觉得没有发挥，但是反正还一个是还有机会吧，一个当然这个棋手输棋是其实也是正常的，对，稀疏平常事。但是对很多比赛的这个，比如说你预选赛输了一盘棋，和你八强半决赛输一盘棋，那个分量在心目中是不一样的。那肯定不一样。但是这盘棋。就前天那一盘棋是三番棋的第一局。对，如果是三番棋第三局，那个分量就特别特别重。对，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还有机会。对，但是通常呢，我们觉得三番胜负的第一局或者五番胜负的第三局都是那个天王山之战，就说是如果是输掉的话，好像对于后面的比赛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三番棋实际上是这样，当然第一局也是很重要，所以每一局都很重要。对，那肯定。不，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一般的统计的结果是这样，三番棋第二局赢的棋手往往第三局会获得胜利。那所以说这局其实是更关键了。那当然如果就看第一局的话，当然第一局也是很关键，赢了那后边你两盘再赢一盘你就赢了，那第三局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是因为三番棋它的虽然是番棋，但是它也是最短的能够决出胜负的番棋，不像五番棋确实是说第三盘特别重要，如果1-1的话，第三盘确实是你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那三番胜负的第一盘不是一样的？差不多是这意思。是啊，对啊，但是紧接着第二盘似乎也是挺重要的。那就是说现在范廷钰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没事，对，就并没有说就第一盘去输了，然后感觉自己这个什么压力挺大的。因为第二盘确实他是自己下的不好，发挥也不好，所以输的也没什么就是特别冤。就棋手最怕的是已经赢到手的棋然后输掉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一个闪失输掉这样的棋输掉很难缓过来。那好，那看看范廷钰今天调整的怎么样。小目等会儿脱退。定式，现在这个布局都是这么个套路几套。对，然后再拆。现在大家好像就是都是这样下，都是拆到这儿了，然后就没有拆到这儿了。以前我们学的定式都是拆到这儿。对，以前是最近都拆在这儿。大家因为对这棋形的判断呢，都觉得是这个打入不算太厉害，然后这个不严厉。就黑棋是应该是说从这个方向接的，然后扳一下头不好扳。那白棋好像都是弯出来的，这形状虽然难看归难看，但很多棋手也只好这么下。对，这个是很难看，难看归难看，但是你还是承认这是很难看。对，这其实当然你已经难看了一下，黑棋不见得是一定要把你封在里边来吃你或怎么样，那就大家就互相出来就行。就这样对跑出来。这个在局面的早期，白的不大会采用这么一个打入的一个手段。当然，如果说进入后期的话，可能随着局面的进展的话，可能这个打入的点自然就会消失掉。所以现在的围棋是，尤其黑棋更加讲究效率，所以先出入再说。对。然后白棋挂角。一期也有棋手下分头的，但分头总感觉好像慢了半拍。分头也有分头在这儿的，你看我如果白几招的话，可能大家都印象就有了。
这棋谱看的挺多的，我是很怕看这样的棋，对，是不是也有飞的，是吧？这个比较平淡的一个布局，就是背的棋谱，挂角的变化稍微多一点可以。实战白的就是挂角了，黑棋是二尖高加，嗯。然后双飞燕，这黑的加应该是肯定的。当然，除了这个加之外，别的加法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考虑，比如说二尖地加，你也有。双飞燕。嗯，然后黑棋压一边。对。点角。这个的话最近也时有出现。是在拖。对。那是那个最近好像姜宇杰就下过几盘这样的棋，姜宇杰下这个棋形的白棋，然后怎么下呢？啊，哦，直接把然后他好像是走这个是吧，一滑他是用这地方把人家冲断，然后就现在就冲断，那这个战斗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有小尖的，那白棋再从这边搬出来还是断吃出来？挺复杂的一个变化，这个三言两语有点讲不清的地方，但是是有这样的一个下法，还有一个呢，就长的下法也有，长好像不如拖白棋。啊，这个我们都见过，对，压一个再搬，这个定数虽然手数多，但是我想我们的棋友应该都记住一两。还有一点复杂的变化。那这棋呢，实际上是点角是最为稳健的。如果黑的挡这个的话，白的爬的可能性大，搬这个好像不太像，总觉得什么地方。也不是绝对没有啊，但是好像还是爬为多吧，我们算它是爬。对，好像这个在低位好像都是爬的，在高位有可能有搬。这个啊，反正这口气就算了吧，就这样。这个棋呢，以后白黑棋啊比较难于处理是什么呢？就这个子它。你加远了它有一定的活路，加近了它一般接你的空不大，这一带已经有点漏风了，黑棋这一带，所以这不容易掌握。所以黑棋好像主要的要成势力的是在这边，是，所以黑棋是虎下来，然后白棋爬，白棋爬，黑棋在长。这个长损得不明，长应该是为了牵制白棋这边的动出吗？但好像也稍微牵制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对付这个长的话，我是看见一个棋手就那么下了啊，这样啊，那我觉得黑棋便宜大，黑棋便宜的，但是他局部他争了一个先手，他因为是这样，这棋如果走他实战是应在这儿，这个更注重上边了，就是这一代的话，以后双方行棋的价值都变小了。对，这因为你存空的话，你显然走到这儿会多两目棋。举个例子，就在如果全存空的话，跟这个比的话，这多一目，这一目，对吧？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可能这一代双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棋的心情。然后这个是不是便宜呢？还要看以后的发展，因为你不走的话是这样。这棋你以后是这个长的先手再也走不着，肯定是走不着，一旦被这地方被对手搬过的话，黑做先手就没有，所以长一个还行吧，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行，能长到还是便宜的，不好说，我觉得来看以后的就是看这边的发展啊，不一定便宜，然后黑棋补手脚，这是肯定的一手棋。手脚完了之后是白棋马上打入了，也可以稍微缓一缓，比如说那这一带啊，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如说，我就不知道这下面往哪走
这个也行可能啊，这个我先把这围住。你这里如果说好补，没有棋补，对，你如果补一个的话，那这个边还有长出来。对对对，如果你补一个，实际上我不管有没有长出来，应该是有的。你这一代的效率并不是太高，嗯，因为并没有说充分的发挥这个子的效用。你有这没有这个子，你这一步也要补嘛，一步也是空嘛，跟这个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性。但你如果再大的话，这地方肯定还是有打入。所以作为白棋来说呢，是有这个心情的，可以先往下面走，这个更狠。这个时，这个马上打入，这是谢赫的实战的选择，看似挺凶狠的，实际上是有点着急了，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没有下更狠，他不敢先把自己的便宜先占了，然后再下更狠。这个更狠，这个更狠，这个就对手会感到有压力。这个的话，反正你现在打掉我这边的矿，我这边可以再起来嘛。嗯，本来现在这块空它也不姓黑，所以你打了也就打了。对对对，黑棋扎定。黑棋扎定。啊，白棋叉。白棋叉。嗯。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因为这一带现在黑的比较厚了，嗯，就是黑棋没有兴趣从这儿走，那白棋再跳出来，跳出来不好，所以黑的可以走在这儿。如果你白棋，但反过来说，白棋现在也不大有心情往这里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下一步当白棋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搬这边啊，就把它逼向黑棋的这个比较厚的地方。但这边是这样，你好像这个爬也许有点问题，不见得能够成立。我这么可以打了，就下来。主要是你不能这个爬，如果你爬能成立，那是厉害。啊，这个征子我现在不能断吧？不是征子，让我打两下，把你搬啊，这样打两下。你走这个，走这个，转换了吧？这样转换。我是不是还有这个？还是断一个转换？我是不是还有这个？这个你也很难搬，对吧？嗯，对。嗯、那我还不如那个断。断两年打吃了半。那我这两个吃掉我白的大便宜吧。这两个被我吃掉了，这个黑棋不能。这个不是转换吗？对啊，这个不是转换，这个是黑棋太亏了，黑棋不能接受这结果，因为不能爬，所以说可能反过来说，黑棋就不能搬去，就是这个搬不好，搬断你只能吃这个的话，这辈子你有问题的、嗯。他所以搬了这个，嗯，他退，然后再震。那把白棋都封进去了，倒是黑棋感觉样子也不错。心情对你说的是对，样子不错，但是有没有更厉害一点的拖在这地方？等等，我是不太愿意这个地方给白的下在这就活了，是不是？您拖就挡住了、嗯。应该只有挡这个，因为搬这个我无论长也好，搬也好，你都不太行。嗯，长你也不行，对吧？应该说你只能走这个，我退。然后再胡，嗯，然后再飞。对。白棋好像还需要走，不然的话一会儿黑棋这一尖，白棋。嗯，白的要拱，不是？你不走的话，我是先接你这个都有可能啊。啊，直接动杀心吗？当然，这个杀心现在是早了一点。嗯，这地方你有个刺。一旦你这个不成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我就厉害了。然后啊，这可以，对你说的这个是可以，四起刷新。但是这个地方，白的要下，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下。因为他的出头这个方向就很糟糕。不是出头的话，他还不见得很好出。哦，还要搬这个。我给他打这个。这样行吗？你再只有打出来的话，打出来，这样谁好？那反正白棋也出头了。白棋也出头是吧？那我当然还可以外搬吧，外搬这个。对，我觉得外搬白棋也挺痛苦的，因为他是往这个黑棋的后壁上撞。对对对对对。
但是好像不大能尝试，我就粘上，粘上，我可以把你这个眼给破，挺苦的呢。我很想这样下，就是这个局面下可以脱退，这个木打木术打，自己就置身就立于不败之地脱退，啊，他实际上是走了个这个，够狠的。这个那白棋必然是小尖，那小尖完了，当然是，看着应该是黑棋还是先手，嗯。对啊，不然这里边好像各种点。我不知道黑棋有没有就是更好一点的补棋的方法。我白棋吗？白棋更好的补。我是讲错，不知道，我不知道搬这个是搬这个有一点不干净，但死是肯定不会死。那可能黑棋，如果您真搬到这儿，黑棋是不是也就先不走了？还有一个是哦，那这个黑棋给您挡上，我觉得黑棋是愿意的，愿意最好您再尝一个。我再尝一个，我怕你不理了。如果你理的话，我就倒也就算了，真的我也就算了，这我肯定活。我有点担心白棋再这样下，不知道。这地方当然我的计算肯定不够深入，这实战是西后是补在这个位置上，反正挺老实的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黑的还算行。万一落后时，我觉得黑的就有点怕落空。对，是不如这个脱退好。现在这样可能是一局棋吧，肯定是非常典型的是黑棋的外势和白棋的实控相对抗，因为这个白棋基本上。两个角，这个大半 个，这也是有半 个，这个是小半个，那个是大半个，应该是这样，可能三个角强了，应该是。时候小时候我们经常说四角穿心啊，那这个马上。这棋下的挺狠的，黑棋啊，白棋这个掉。黑棋中间的这个潜力。这棋好像是没黑棋绝对是没有心情在这种地方下的。因为这地方还有一个家，这下面空本来就不大，然后更不要说还有这种刺的靠下来，本身也不是空，所以肯定是走在上边。从上面走。好，白棋飞下来。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就是黑棋现在稍稍有点就是难于下手进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从这下，这边也什么都没有。在对，没空。往这下，其实这里也没空，所以他这两个都不太愿意下，除非是真正的能把对手真的往吃掉这是一个，或者就是往死里逼着你特别苦的活。我，但是这个可能，不见得有把握。不一定好攻，他出去。是，然后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有了这个之后，点这个黑棋就没有这样的心情了。很有可能被他直接断了都可能。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损挺多？也有可能搬他。是搬的话，那黑棋可能就要粘了，然后再粘上。对。就是怎么说呢？这棋是不是一下就只要他没木，他有心情上有点不好。如果黑棋实战是没下，他下在这儿，这个时候黑棋白棋过来，这个黑的就放心的挡下来。对，这边已经你想什么，我就把两个吃掉就行了，脚里就给你了。所以黑的这个思路还是对的，不打无特别没把握的仗。这个地方，这手棋心情不好下这里。那我觉得这手棋好像还是蛮有大局的一手。但这棋白的也是爬这个，说有点那个。挺固执的，这棋下的蛮有个性的棋，什么都跟着硬。但这个交换黑棋肯定便宜了，黑棋肯定是不会亏。我觉得尤其走外围的棋，黑棋实在是选了这个棋飞，跳刺粘上，再跳贴上去，贴上去强调这个搬出来。从空上来说肯定利好，对吧？他
他是贴想搬出来，然后想给黑棋的外围制造一些保卫。他力这个是先手一跳的话，他不活。嗯，那这个战役您觉得谁不错？我觉得黑棋好像还行，因为把白棋全都压在下面。这个棋是很宽广，其实双方都很难下的一盘棋。黑棋是小尖在这里。对啊，这个比的是战斗力，我觉得。大模样的棋都是比战斗力。这个地方谁看得清能有多少步，这块空多少步，这个完全用力量来定胜负。白棋会扔进去吗？这棋的战线肯定特别长，以白棋这个的风格，当时掉的挺深的。那就是说现在还得继续洗，还是会进去。看来真的是艺高人胆大不怕死了。这个悬点，像这样中间的悬点啊，说容易也很容易，就是随便一扔，放一个，对，但说难也相当的难。你得放在哪儿，在恰到好处，让人家不肯为，然后又吃不掉。对，说容易的话呢，就是你很难批评这里的这一带的任何一手棋，就实际上是大概从这个两个开始。当中这个六个格吧，啊，这一点可能稍微远了一点。这个弄格，这种格，这个六个点，大概你都很难批评它。反过来说也很难表扬它，这个点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点。不过谢赫实战是下了这儿，下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给范廷钰的选择不太多，只能去准备要围攻他，因为围我觉得围控制已经没法围了，对，必须要攻。对，攻是怎么攻？这是也是。对啊，到底是攻还是吃呢？挺难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这样的攻是太没有把握了。你反正这样是先把他给封进来，能不能？因为不，你这个几个跳，比如你还跳一个的话，这几个跳如果让白棋这一块棋。就活了的话，那黑棋是没有收获，是一无所有。对对，所以如果这么下的话，那就只有一条路，必须要把它吃了。所以这个三个当这个可能黑棋轻易也下不出手。那黑棋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我觉得是挺难的。那我又不可能从这边围，这边围也不大呀，这边就更小了。黑棋是跳这个，这个是蛮冷静的一手棋，就是把战线。拉长呗。那白棋要如果活了的话，那黑棋的这个像是这边空上的损失不就没地儿可以去弥补了吗？看，因为是这样，反过来说白棋走了这两个也没什么空。有啊，把黑棋的这个潜力全都消了。你像我的潜力你自己本身也没有掌控，你看黑棋下得很冷静，这里又飞了一个，这棋很难攻，但是他就不攻，那白棋就这么跳一跳。这个我是觉得，范廷钰也好，包括现在大部分的年轻棋手，能不吃棋就不吃棋，一般都不擅长进攻，会防守啊，比较喜欢这个别人来攻，很擅长。比如说对付这样的一个子，很多棋手头就比较大，都愿意觉得。下这一方比较好，对对对，但是这个范廷钰的这个跳和这个飞也是蛮冷静，就是不攻，没不急攻，这个其实有点进攻的意识在里边的，因为白棋如果敢顶在这儿的话，他可能就要来把你罩在里边吃了，也并不是说我还立一个，就是这时候其实意思就是他去准备你这里走一个，我就要取地。那取缔同时还是攻着你，你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好，然后白棋也不敢走特别大的，它是也下去可能也没什么意义，一个是也很薄，这一间不好，对，好像要断了。可是他只要这么双方相安无事，那在这个清消这个黑棋控的同时，白棋也在搭眼啊，这眼已经差不多搭成了。这走到这儿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有白棋成功的感觉，但是呢黑棋
也是在就是靠自己的后卫吧，嗯，在慢慢的使实力，并没有是急特别着急的来攻你。比如说他的下一步，那现在黑棋我觉得就更不会攻了，继续走这个空，白棋都已经补了这么多了，就更不会攻了，一开始就没攻。现在全局实控怎么样了？其实白的话40目稍微漏一些，这块空可能15目左右，这个以后受控的话是一靠，一靠的话一段吃掉1、2、3、4、5目，5目加15目20目，21，这个就算都是他目吧。嗯。3、1、3、2、3、2、3、3、3、3、4、40来目，白的有40来目，黑棋的控制，一最少算你走掉了，这个其实也不见得算你走。1、2、3、4、5、6、7、8、9、10、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5、36、38，这个是39、40、41、42、43，盘面上黑的稍微还领先，控要领先很接近，但是黑棋厚，但现在还是白棋先，所以白棋上边肯定得走一个，肯定得走。哦，他是走到这儿啊，继续眉目。这其实他也没有心情走到这儿。那我走高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棋实际上是一步还手。对啊，这手棋没走到目，我觉得黑棋在这边就要下一个，有点白棋还难受呢。走这个也可以，走这个好歹我上面是目，中间的话我已经走又花了两手棋了，顾且就这么放着呗。应该不怕，对，哎，我花了三手，一手棋，对，两手。那加上这手是三手棋。对。那现在因为这个棋的感觉为什么是不好呢？黑棋这个地方太厚。而且这手棋没目。对。所以你封住它一个，并且还没有完全把它封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头，效率低。白棋这手棋的效率低。黑棋从这边尖冲出来，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但上边有可能被黑棋就给化解掉了，就是本来这上面应该是有点木的，我觉得我还想下这边一点的。不，他这个挺好的一个点，因为你现在是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就把你顶断了，然后直接就断了。断的话，现在这个贴下去你受不了，这个一路开车开过来。这个太危险了，它太厚了。你如果敢在下面走的话，它就一路这么过来。你如果走这里，我就下去了，这你受不了。所以这个不能下，这个不能下，它变成它实战，这个就是唯一的一步棋了。长。然后拐。拐的话，大家注意，这手棋又是一个单关，当然不是说黑的绝对不能下，黑的实战没有写的这个。对，如果单关的话，人家跳一会儿，这个人家还点到这个黑棋的，这个他是跳还是飞，这不一定，反正是跳也可以，反正，这种棋呢，尽量不要下这样的棋，因为眉目单关，所以他是拐下去了，就让人家下这种，逼迫白棋下这种，应该黑棋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这个棋黑棋的话，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手棋好像有点小。他是不是同时想着这个破坏一下黑棋的眼位，然后反包围？比如说，能不能下高位然后再走？对，这个，比如这一类的棋，不知道有没有？那就搬。哦，你搬感觉很好。冲的话，这形状太难看，这丁四走不出来呀。但是你就这样吧。长。这个方向好像比较好吧？对，中间还可以成几目棋。对，这个比较好。这个白棋这么定型可能比较好一些。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啊。这白子要这样下的话，那当初这个子就是显出了它的问题出来。你还要下在这儿，这个肯定整块棋都要被攻。
现在这棋走走这个，走这个应该行的，我觉得。嗯，走这个好。嗯。这个就刚才那样定型的话。对，上面走了几个，然后。因为上面有这个的话很小啊，还去走这个，这个棋本身没目，这是第一。第二，他肯定是想攻的这个。那么如果你攻得着是可以，攻不着你就亏了。这手棋肯定是。对，目数很小。这个，黑棋顶一个。跳一个，有了这两手棋之后，这手棋没价值。白棋现在中间这个需要做眼了。啊，这个就收官了，进入收官。对，终于这个是可以吧。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形势判断，如果现在就这么收官的话，好像黑棋的目数还不错。不错是谈不上，这黑的有点后卫，不管怎么说总是黑的还是有点后卫吧。官子也比较好收。对对对，就是挺接近的，这棋挺接近的。从控上来说应该白的还是稍微好一点些，我觉得。把这个飞出来还是瞄着它中间。嗯，飞这个。嗯，这个往上一靠的长嘛，这个有冲撞尖柱。尖柱然后下边小尖，这是在干嘛？在做眼吗？嗯，他是这样。这手棋怎么突然间走在下面去了？难道不怕白棋在上面走一走，把它封进去吗？他有点可能有点怕他搬过，一旦这个地方有一个搬的话。哦，搬了断掉。对，这地方有搬过。搬了断掉，上面有吧？对，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搬过，你搬不下去，他断了。这里有啊，是，所以他先防这个。嗯，那他自身的安全不危险吗？有一点点危险。他这攻怎么样不好说，这个棋我们就看他的实战的进程嘛，是不是要往这攻。看看他是挤了一个，他是先交换了一个再攻到这儿。嗯，八十，然后在这跳了一下，啊，加一个，啊，加一个，嗯，然后再攻到这儿，啊，再攻到这儿，然后现在挤，嗯，黑棋是不是就在这就两个眼还是拔不出来？黑的往这，白的往这打的话很直着，我觉得要破眼，感觉上是这里打的了。这个棋啊，棋形上是这里打的，但是现在可能哎，下边，对，下面也有眼，这个不太肯被他这么虎上，你要扳着他虎一个，他就先手活。但是你往这儿打呢，你看看我们看最后的这棋形的样子，好像白的，然后再吃有点小问题，把这个他接上。哦，接这个，他没有吃这个，吃这个他要拐，吃这个是吗？他拐我就，咦，吃这个他可以吃这个。我提他粘上，粘上，哦，对吧？嗯，提他粘上，所以他没有吃这个。嗯，他粘上，他是粘上，白的也粘上。但是黑棋已经，我觉得控上已经便宜了。补一个，这个三，挡住。长，是这些。这个是白棋权利，上然后白棋粘这个。黑棋是靠着冲，黑棋冲一下，就靠这个白棋好像进攻，感觉上不算成功。这一堆子没走，也没什么走到目。是不是？对，没有什么收获。对，周围好像也没有什么收获。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中央中央的定型，主要是这边定型，你看啊，这边定型它在跳加断掉，断掉，粘上，把这个长出来，嗯，再粘上，吃掉，吃掉。走了一圈，其实黑棋没走到，对，黑棋还走着几目棋呢，下边浅着了一个尖，中间也有几目棋。但是这个挺大，就是白的很有收获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能够走到一下。109，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种跟着他收了？这里是跳了一个，马上就哪里还能走一个先手？不是，那白棋在这尖了一个。嗯，那他走了这个，这里走了一个。啊，这里在这走一个，白棋补。这里走白的补，然后黑的保，是吧？还有黑棋跳那个啊，黑棋先跳一下这个，白棋挡，然后再挡。哎，但这个子好像不大呀，可以不走啊。黑棋吃了也可以进，这个要被靠掉。那挺大的。这个比这个跳大吗？很可能，因为他走这个的话，他瞄着断点，后保有关系。瞄着黑棋的这些，对，那还是总是好，有自身也有眼位，这块棋的眼位。所以这个棋还是要下，然后白的一路翻接，白棋这块棋是补了一个，这样跳就这块棋这上面有个眼，那他把这个逆收掉，粘上，挺大的，然后再跳，跳冲，挡住。这个就是小关子喽，靠住。这地方的关子收的有点绝。那是怎么收的？挤这个是下的厚一点是吧？哎，挤这个我有点虎啊。他实在是挤这个。啊，他补这个。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手可以抢？主要他可能会进来，这个方。走这个。你会有点小问题。我打吃。踢掉。踢掉，我玩一个。这个就断。我打吃了贴。拐打一下。我粘上。打一下一般。哦，打一下一般。我走这个，您没眼啊。我发。走完坡，缓气节。哦，收这些这边。缓气节，不还有别的味道？可能这个味道特别不好，是吧？所以他就补一个算。补一个黑的也不能算便宜，我是觉得啊，他现在这棋是这么收的，把这个吃掉，都来不及点空，啊。对，现在总感觉他们再收几手就可以定型了，定型了就可以点空。不对，啊，没马上走。对。啊，这里挤了一个。这个。接上，长一个。然后粘上。粘上。然后再搬粘。搬粘，嗯。然后顶这个，然后挤住。这里黑棋收的还可以嘛？飞进来，顶。好像现在就感觉，虽然这个棋盘还有就是可以下的地儿还挺多的，但是已经都是小关子了。然后再打吃，踢掉，没有踢了。
哦，不提了。对。然后这个他就做这个扳机选手就得了。现在还有哪儿可以下？这边下面是不是可以下？这边一会儿肯定是会下的。那这中间一般都不着急收吧？就边角的空比较牢靠，中间的不牢靠。不牢靠也挺大的，叫吃这个。48。嗯，啊，中间这个黑棋的官子是挺好的，因为这地方有个点啊。他现在走这个，他可能提一个，以后还有脚吃，嗯，是不是？不，他也应该是走、这个。他粘上，嗯。他先跳这个。对，这好像有点目数。挺大的。嗯，白棋是走这个。黑棋叫吃，已经挺小的官子了，我们可以稍微点点目，把它提掉。对，提掉。爬。猴一个。猴一个。他中间，嗯。他爬。好，把这个退一个，虎一个。七。把这个长回来吧，这个是先手69，然后给这个，嗯，把这下边也定型了，这个还是长岛的啊，长岛的那总是好的东西，加，然后吃，靠一个再加好棋，不要去断它，不要被它爬一个，但是很厉害，有先手位的。哦，利还是先手呢？嗯，还有哪个地方？这个吃一个，吃四，吃，提掉。好，他现在吃了就立下来了。立，小尖，没有，他跟小尖在这儿，是吧？啊，对。但是我叫吃，你也是不能接，接我一拖不活。他现在在小尖。小尖，我小尖，他接。接上吧，应该是。对，粘上了。然后我虎。虎的话还有点眼位的关系吗？没什么眼位关系。刺一下。嗯。粘上，然后把这个搬过来。搬过来，它是要联络，是吧？这是它联络。对，连上。然后这个是白棋的先手，马上我们就可以形势判断一下，做这个，然后冲一下，嗯，是不是就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形势判断了吧？嗯，可以点点目了，就到这儿是吧？好像还有两步，还有两步，嗯，95。在哪儿走了一个，然后又把这个拐下来了，还有一个先手。要不然您先给我们做形势判断，然后我再找这两步。先手啊，长啊，长一个，长一个，白棋接一个，接一个白的也应该也是先手，黑的是要挡下去，对，就是挡下去，到这，对，啊，我现在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啊，因为手里棋谱也没有了。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目。41。黑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35 36 7 8 9 9，哇，这棋非常的细 啊。贴八点七目半，现在是九目，现在该白棋下，所以嗯，
感觉这个棋还是很紧张。但是这个地方九目的话，是不是黑棋稍微还是有点目？叫吃，叫吃的话，叫吃的话，它不能接的地方。嗯，叫吃它不能接，是吧？叫吃它不能接。叫吃他接这个也断，这个字也在里边，所以这个时候还该白棋下，怎么白棋马上就补了、补了一个，对、那等于是该黑棋下，对，现在是如果该黑棋下九目的话，那黑棋应该比较保险、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我大的，是刚才我这里是没有点一目了，但这里也没给黑棋点一目，这中间黑棋还有没有点目？黑棋有目的可能性比白棋大。他冲挡住，挺细的，这棋确实还是挺细的。200，200，我这边能不能挤压白棋两下呀？很想小尖这个。可以挤压。这个地方，这地方黑棋应该也有点目，稍微。哪个大？这边很想下这个，但他没下。他后来这地方就挤了顶上。哦，就是挤了顶上，怎么说？对。那就是应该走了一个先手便宜。要不然就是先手一目。哪里还有棋？201。201。然后他在中间跳了一个，中间跳这个、是跳了一个，对，因为他这个跳交换，然后就是挤了顶，虎一个的时候他夹住，虎一个时候他夹住、夹住，这个被夹住了怎么办？跳，他怎么这个跳可以成立的是吧？这跳。跳他要走这个，他冲过来啊，他要这边，对，这跳下的很完全很好，对，可以这样，他这接，然后他再粘上，这个地方反正好像黑的也没亏，是吧？肯定就这样，然后挤跳子下手好挤出来，这个打吹很大，还有哪个比这大吗？对呀、这中间要走一个吗？这个、对，这个他是下的这儿，然后这个要被白棋走掉。对啊，白棋现在还没有走，这个团，这是先手，216等于162，先手这个哪个好也不好说啊，不是这个的话这里可能亏一点，还是这个吧，216等于162是提那个吗？对，提，可以去接了吗？接了，对，接了、然后贴这个，顶住，现在的目数仍然没有对胜负发生变化吧、我看一下目，再重新点一下，这个地方是刚才好像没算它这个有一目挤掉，这要挤掉一目，那这里白棋是多了，黑棋是多了一点，对，黑棋这里也多了两目，是我来重新点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那个角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50 51目，刚才41，现在刚才白棋是41，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35 36 42，42对51，盘面九目，盘面九目这棋好像
黑棋应该是可以的，现在还可以。对，但其实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我们要跟大家说吗？最终的结果说吧。啊，最终的结果，我这里好像还没有。啊，刚才我看到好像给我们最终的结果是黑棋胜4.5目。黑棋胜4.5目。对，那不止9目。我觉得可能被罚点了，但是黑棋应该没你那么多。啊。就是说谢赫被罚点了，大概我的判断是这样，因为黑棋赢我们从九点半可能差不多这棋，对，现在进行到现在这个罚点肯定是肯定的，对，大概是被罚点，否则赢不了这棋，黑棋现在赢不了4目半，应该是赢不了4目半，这棋我的判断是因为应时规则嘛，就是延时要被罚点，谢赫超过3.5个小时用时则被罚了2点，我的判断是对，那有可能是罚点了，所以说你手上的这个结果是黑胜4.5目，大概这现在这个盘面上这黑棋是稍微要可以稍微好一些嘛。对，看来您给小范打个电话还真管用，这个把这个比分翻平了。对，因为小范的第一局确实下得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要就给他加加油呗，因为年轻棋手嘛，这个小范今年只有那个96年的，对，只有16岁，所以说也是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大赛4强，所以给他鼓劲，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技术上说什么，只要给他正常发挥，下到自己的水平就行。对，这盘棋我觉得黑棋下的挺沉着的。对，尤其是在这个调入之后啊，对对对对，黑棋的这个没有攻，跳一个飞一个这些。对，但是布局上的话，应该是就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一盘棋，很难下。但是可能一瞬间的话，白棋什么地方下的有点缓了，比如说这手棋、这种跳，我觉得就刚才你说这个走高一裸拆，我觉得第一裸当然也行，就是这样呢，就是把中间放着让黑棋跑来攻，他这个有点想连络，结果自己走的是单关，然后白的这个拆也不太好，最后这一带的定性明显被黑棋便宜了。对，总之呢，现在这个中方这场内战呢是1-1打平了。对，我想您看到这个结果一定很满意。反正最后一局就看他们发挥了。这个当然是很满意。这个、对啊，先是打平了。就是其实很多棋迷可能比我更希望他们能够下成1-1，因为对，这样我们还可以再多看一盘精彩的对局。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着他们明天的这个对决。好的质量出来，你给我们广大棋友奉献出一盘精彩的对局，更为精彩的对局。对，我想他们俩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